一片祥和真好。刚才他咬这只扫把来的。啊！石头，其实我很好奇一个事儿，你能告诉我吗？有什么是你不爱吃的吗？水里的茄子。谢谢领导老师，红薯好好吃。泡澡的举手。那谁先来？一起放下水壶，快快，赶紧，快快快快！金宝，我一个礼物要送给你，这个要不要？我躺在金城川医生的大腿上。你给我个机会，让我重复一下。嘟嘟嘟嘟！哎，怎么啦？你在干嘛？我在给那个家伙，马上你们摘的那个地瓜就烤好喽。地瓜，是烤地瓜吗？你怎么白天不是自己摘了一个地瓜吗？那是地瓜，不是紫薯。不是地瓜。地瓜。我想看你那个，嘻嘻。我想看你那个，那个怎么做的？给爸爸看，老袁，让爸爸看我。你，西西，我交给你个任务。什么任务？你教会新妈跳这个舞好不好？这招舞很难，别人一般学不会。我再看一遍，看能不能学会。你面对我坐，面对我坐。来，预备，开始。就是这样的手，脚这手抬起来。然后呢？然后脸呢？这样。表情呢？就可以了。不行，我也不会。哇，这个线材都，要是不听话，专门用来敲你屁股，敲你屁股。不给。哇！别吃脏！西阿姨，刚才她咬这只扫把来的。啊！捅谁了？啊！捅到谁了？谁也没捅，她就是自己咬那个扫把那个。你呀，哎呦，脏死！被看见了。不可思议！你是干什么的？哼哼，坐起来。你靠着后面沙发，老婆。我想往后靠，我靠不过去。你靠着后面沙发。我已经没有力气抱着他挪动。哎呀，哎呀，能靠住吗？靠不住。哎呀，来靠。哎呀，你看小猪佩奇，看小猪佩奇好好笑。哎，这是猪爷爷吗？那是猪爷爷吗？地瓜烤好了吗？你要看一下，软爸爸，你要看一下地瓜烤好了吗？地瓜，我现在就是来拿地瓜的。哇，地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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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好香啊！拿出来给我闻闻。你看，哇，好香！这是不是你们自己捡的地瓜？对 ，Kenny， 这是不是你捡的地瓜 ？Kenny， 是你捡的呀，你跟哥哥一起捡的地瓜呀。地瓜喜欢吃呀。你不喜欢吃呀？你不喜欢吃没关系，我只是夸你，你给大家捡地瓜吃了。我也爱吃地瓜，地瓜，地瓜。石头，其实我很好奇一个事儿，你能告诉我吗？有什么是你不爱吃的吗？水里的茄子。水里的茄子，水里的和茄子。不是，对，水里的和茄子。明白了。然后还有虾仁。哎呀，难得还有你不爱吃的。
哇，好好吃哦！哦真的、啊？是地瓜吗？好好吃哦！是地瓜。你们俩吃了吗？你吃了吗？什么东西？啊？什么东西？烤地瓜呀。我没吃。你赶紧过来吃啊！烤地瓜。好吃吧？好吃吧？来，我给你。好吃吧？来，这一大勺都是你的。Kenny，你站到那里来，你站到那里去，你站在。你站那里去，我们拍。你不用吃，你不吃，来，我们拍照。你站进来，我们拍照。石头来看这儿，石头看这儿 ，Kenny， 看到这里没有？来，三二一，好，我们录一段视频发给明道叔叔，好不好？我们说谢谢明道老师、洪鼠豪老师。来 ，Kenny 过来 ，Kenny 过来，来，来，大家看这里，一二三，谢谢明道老师。红薯好好吃，你把人家挡住了，石头。怎么姐姐挡住了？挡住了。大王老师屁股好好吃。屁股好。怎么叫屁股好吃了？屁股好吃吗？臭红红。臭屁股。我发给明道老师啊。老婆，第一盆水放好了。我去给他们家泡泡。走，我们去给他们家泡泡。来，你们俩。要泡澡的举手。那谁先来？一起放下水壶，快快，看你，快快快快，追哥哥，快点把这个放上，快快快快快！哦，泡澡了，哦，泡澡了。石头，我找到一个东西可以给你洗头的。什么？这是防溅的这个。对，我妈给我带了一个。是吗？我给你带这个好不好？洗头神器。我妈妈也给我带了。你妈妈也给你带了？箱子里边。箱子里边。哎呦，这你这脑袋尺寸不对啊，呵呵，尺寸有点不太对啊。我试试这个尺寸对不对？你把头仰起来。看起来不像是啊。啊，好像是，我知道了。OK， 我知道了，这个是你。哈哈哈哈哈！这是什么？洗头神器。我去拿相机过来拍照。你在家里用啊？啊！别动，别动！哎，水好热了，来了，你懂。我就知道是他们用的假的。石头，你石头，你看我。那他先洗头呗。不要。只要这个东西特别好，可以。哎，别动啊！他先洗头。你再动要弄脸上了。别动了。不要动了，再动弄脸上了啊！不要动，一动不要动。来，你看现在没到脸上，屁股往前坐，咱往后靠。哎，对，你看一点脸上一点都没有，你看你紧张的呀。你们说我爸妈妈要猛。猛不猛？你不听话怎么办啊？不猛。听话，那你们为什么还是这么猛？这是救命！这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这就要命了。那别人洗头为什么？天天洗头都不要命啊，就你这一下就要了命了。没有没有，没洗干净，没洗干净。你别动，你现在回头，马上就进眼睛。对，这样就没事儿，这样就进不了眼睛。快了，马上快了啊！好了，哎，你看，你刚才慢慢的让我来摘，就不会到脸上。你现在摘那么快，你等会儿我给你拿毛巾，千万不要睁眼。会弄到脸上。你的毛巾什么颜色？石头，绿色的哈。阿姨，把这个咬掉。妹妹想说，把这个商标咬掉。嗯，把这个商标咬掉。把这商标咬掉，为什么不拉掉？要咬掉。拉也行。嗯，真好。老婆。你赶紧把那个他们的水凉了，你赶紧把他们的那个衣服拿过来，快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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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赶紧去拿他们衣服。上床穿，在这儿穿什么？衣服已经裹上，在床上吗？已经在床上了。好，来，出来。冻死了。我拿我椅子上了。上床上床，老人，别在这儿擦了。真是的，有玻璃宝贝。真的黑的石头，你今天都没看书，哇！你看，扛着干嘛呀？
两件事情都不动。哎呀！疼！把被子给他们呀。我的脚还是湿的。你脚还是湿的？你是处女座吗？快进来。我不是处女座。快点进去。滚到，一个翻身，翻滚进去，不要出来啊！好，我帮你拿书过来啊，我给你进来吧，好不好？我们的太空和我们战胜一切困难。啊！哎呀呀呀！那这个先放这儿。哎呀，羞死了 ！Kenny， 你要看什么书 ？Kenny， 不要闹！你要看什么书 ？Kenny 不喜欢看书。他不喜欢看书啊？我喜欢看椰子屁股啊！哎呀！Kenny 的奶奶。Kenny 的奶奶是这个大瓶一点的，是 Kenny 的奶奶。我好像喝不到啊。你喝不到？为什么喝不到？嗯？哎，这个怎么弄啊？哦，是这样，是这样，是这样。好。我喝不到。你怎么喝不到？你坐起来，坐好，抱着。来，金宝坐起来，看看你。来，来，起来。金宝，哎呀，金宝自己拿着，啊，抱着啊。你不喝啊？不喝拿走了啊？喝，喝，放着会洒，不可以放着，放着会倒在床上。那你不可以放床上啊？我吃好了。啊，给我搬，给我搬。哎，不能扔，不能扔啊！奶奶会弄到床上去哦。吹风筒，我去拿我。你看着点金，你看着点金宝，别让他把那个奶奶倒到床上啊。金宝，我一个礼物要送给你，这个要不要？这是不是金宝的？是我给你找到的哦，要不要？金宝要不要？是不是金宝的小兔兔？金宝在头上的小兔兔是不是？那金宝要不要？那你说谢谢。谢谢爸爸。啊，那亲亲。你哥哥睡觉特别乖，是不是？把后背盖起来。讲故事好不好？你们闭上眼睛，我开始讲故事。哎，石头鼻子的药滴了吗？没有。在哪里？我来，那你来讲故事。不讲。你来讲故事。你躺，你躺，你躺。我躺在精神科医生的床上。知道讲过了。嗯。你给我个机会，让我重新讲。再闭上眼睛好不好？我躺。我叹了口气说：“是这样的，哎，我读的好相当啊。”谢谢你了。我给他把药放回去。哎呦，继续读，吸气也在听，吸气也在听。看你这嗓子是不是一身的老鼠？我终于在唱歌了，我绝望的尖叫着。我绝望的尖叫着，他严肃地摇了摇头说：“可以说严重，也可以说不严重。总而言之，我是休息。”他说：“如果我想去除这个恐惧症，就必须面对它。”但是门铃一直在响。门外一个细小的声音吱吱地说：“实际上，我走到楼梯了。”我又等了几分钟。才转动了门锁里的钥匙，小心翼翼地把门打开。我把头伸了出去，六只爪把我的身体提到了半空中。他把一块奶酪巧克力塞进了我的嘴巴里。好了，谢谢你的嘴巴吧，你这只爱发牢骚的老鼠。我仍想强调，我绝不离开家。忽然，赖皮驶向 VIR 贵宾鼠候机室，一位体态优美、金毛碧眼的鼠小姐正好从里边走出来。她穿着时下最流行的绿色迷你套装和无袖的
了。对啊，但是他就是对我很抗拒。现在我觉得还是要有时间，因为他对你不是抗拒，熟悉我而已。他不是，因为我对他更严厉，我对他更严厉。我每次就跟他说，问你要不要，你说不要我就走开。其实我觉得就是，其实你们两个这个是正确的，因为在一个家庭里面，你如果两个人都对他很严厉，他就觉得温暖，对吧？但是两个人都特别的那个的话，孩子就放任自流。蛮横。对，他就放任自流。走到这儿了，两边闹事，两边闹的。我一直想问你，我今天一直有这个犹豫，想问你，就是每次比如说我就故意问他，我就等他冷静的时候，不哭的时候，过去问他，你要不要喝水，你要不要吃东西，要不要什么，他说不要不要，我就走开。我做的是不是对的？我做的是对的。是的。那所以我今天一直这么跟他做之后，他现在特别逆反，他现在看到我就不要不要，我跟他说任何东西不要不要，一直到今天晚上他在床上，我给他喂，给他牛奶，把牛奶放过去，他看了一眼，他愣了一下，想了一下，他没说话，就把脸扳过来，我说去买吧喝，他就接过来，接过来就往床上放。我说啊，那你不能放床上，你要不喝，他就不要不要。我说你不要是吧？因为一天都是这样，他一直说不要，你不要是吧？那我拿走，就是我不想让他一直说不要不要。你知道你要说不要是要有后果的，你说不要我就拿走，我一拿他又开始啊哭。我说那你是不要喝，他也不说是。我说你是不要喝，就僵在那，就还是胡言乱语啊。我说好，那你是要喝是不是？冲着我吼。然后我说那我给你，能不能说谢谢？打死不容。是，实际上。然后一直到最后，我又想了个办法。我想他那个发卡，那个发卡，我找他是不是今晚他才跟我说了一次谢谢？但今天一整天，我用那种态度对他，他就跟我反着来，我就不说不要。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？你要先给他念，就是先给他念他妈妈写的那封信。就是说先要让他认知到这样一件事情，就是说认知到，哦，原来是他妈妈，是他妈妈要求让他到这里来，然后他妈妈对他有些什么样子的期望，他首先要认知到这件事情，然后这样子才可以。他如果没有认知到，否则他现在就一直是在抗拒。还好，试一试吧。今天好一些了。今天好一些了。我觉得他今天好，我们用这种方式就是冷漠他，你哭我们就走。然后你不哭，我们可以好好。他就开始寻求一种融入，慢慢的跟那几个小孩，寻求一种融入了。他到了晚上，他甚至就是，不是，他也在忙，然后他就一直不理我。我跟他说什么都不要。一个人看动画片。他就一个人在待，然后甚至他就开始黏姐姐了。姐姐一走，他开始。姐姐。是的。所以的话，其实。金宝这里他其实就是需要的是一种安全感，就是还有就是你要就是说最好就是你跟他什么事情你要提前告诉他。好的，谢谢，辛苦你了。
钢筋森林也有温暖席卷，现在常回想，若你到来会是新的。